潭乡虎岩山坡上呢，种满了8万株的金针花，现在正逢盛开的季节，一大片的黄色花朵相当的浪漫，吸引不少民众呢前来赏花。只不过可以看到呢，游客呢为了近距离拍照，竟然呢是直接跨越封锁线跑进花丛内里头大摆 pose。 我们先带你看一下现场状况。让你独照一下来，这可以拿去相亲哦。好的，可以看到呢，不止一位游客呢是跨越了封锁线，而且一张接着一张拍，完全不顾规定，直接大喇喇的呢跑进花丛内拍照，脚是直接踩在这些花株上头，让黄姓园主看到是非常的气愤，更是心疼他自己花心血辛苦栽种的这些花。而园主呢也再次呼吁大家，请大家来赏花呢一定要发挥公德心，遵守规定，不要为了拍照呢而跑进花丛内践踏花朵，这样呢会导致后面的游客呢就无法欣赏到这美丽的花海了。